All right，嗯、um,，大家好，哎、uh,，不瞒大家说，我昨天晚上准备了这个 pitch 的时候，我有点宿、uh, 醉了，<laughs> 所以啊，uh, 如果我说错、写错、说的不清楚、写的让人糊涂的要命，啊、uh,，其实不是我的错，是台湾啤酒的错。啊、uh,，好，第一个我会。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来台湾进行研究。呃，因为要深入了解呃台湾如何抵御呃中国统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及加讯息的方式。那么，呃，今天参加呃 h a c k e r s o n 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要更好了解。 呃、uh,，GovZero 黑客共同的价值观，呃、uh,，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呃、uh,，特别是关于提供呃、uh, 公共服务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个人要体验参加这个过程来更好了解。那么这个 pitch 可能不算 pitch，这个 pitch 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 研究的方向，第二个是研究为什么对社会有什么呃有有利益有好处，啊、呃，第三个是 g o p zero 如何可以帮呃 g o p zero 如何可以帮助我的研究？OK 好，呃，所以研究的方向是啊、呃，好像是从呃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 <coughs> 呃很多国家呃开始体验。 这个啊、呃，中国的共产党的呃，统一战线过呃，统一战线工作，这好像越来越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现象。嗯，<coughs> 那么呃，所以，但是我觉得台湾独一无二的或特色的嗯、呃，是从呃一九二零年啊、呃、以来。 都是开始学习抵御这个，啊、呃，如何抵御呃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啊 <coughs>、呃，我希望了解台湾在社会和科技这两个程度、这两个方面如何抵御啊统一战线工作和加讯息。嗯，其实我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台湾，其实我啊、呃，去年。 呃，去年九月到十一月是在台湾进行研究。那那时候我要更好了解呃台湾政战制度。啊、呃，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啊、呃、政战制度？啊、呃，因为我要了解这个政战制度如何教育台湾公民啊，统、呃、一战线工作和如如何。 也、yeah, 如何了了解如何 define 呃统一战线工作，嗯、um,，然后我也要更好了解他们的教育的方式，比如说军事课、全民国防教育这呃这些的，然后呃我这是呃我第二次来台湾，所以这次我要更好了解啊、呃、台湾 g o v z e r o 这个这个嗯。Um, 这个 group 呃，怎么用社会和科技的工具来呃，反抗而抵御假讯息？比如说真的、假的和其他的呃 project。我也希望嗯、呃、了解台湾社会在社交媒体、呃软体、人工智慧、科技如何呃如何保持保护呃。 呃，巩呃巩固民主呃价值观。OK，那么这个研究呃对社会有什么利益？可能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的。嗯、um,，但是哦、呃 oh,，OK，<laughs> 需要快一点说。OK，嗯、um,，但是我希望呃帮呃英国嗯、呃、政治家。 呃，uh, 更好了解统一江前工作，不仅仅对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且其实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嗯、um,，但是我觉得台湾的 g a v z e r o 和嗯、um, 政治制度好像啊，先是啊这个社会跟啊、uh, 国家安全的呃的、uh, connection。嗯，所以啊、uh,，Yeah，呃、uh,，其实。 好像说完了。如果如果大家要跟我呃跟我联络，欢迎跟我联络，我会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啊、呃、email 和我的网页。So 呃，Yeah，谢谢大家。<laughs>